前华马来西亚尊重民教总会前华代表请就位。马来西亚尊重民教总会2017年12月16日以大马国际贸易及展览中心集结南无大梵法王金刚法流护国实在应真力超度大百会同解圣人圆圣佛亲传大法王金刚及大力金刚法王并所传及施受大梵法金刚完成法流圣冠顶今日以最虔诚的心向根本的上师及圣真言圣佛请我代表顶礼根本完成上师及完成法宝敬献哈达及供养。首先，马来西亚尊宗密教总会总会长四连泰上师敬献哈达。供养王冠及法王袍，代表众弟子顶戴着是真的真佛币。作为弟子众人在这一次唯一的衣食，接着是马来西亚尊宗密教总会永久棍莲花成子上师献献阿达。供养香上立松石上银造长寿宝瓶，代表立众等一心虔诚长寿之事，佛力安康，永转法轮入内盘，并一心浅佛住世。接着，马来西亚尊宗密教总会副总会长四莲屋上师敬献阿达。供养立松石上银宝瓶，代表弟子众等一心精进修持六度波罗蜜，广修供养本部十世菩提。接着是马来西亚尊宗密教总会副总会长四莲礼上师敬献阿达，也供养立松石上银制造舍利塔，代表弟子众等一心虔诚之尊。见证弟子们以坚定之心持戒修华以正波叶智慧。接着是马来西亚尊宗密教总会副总会长及沙巴礼藏师主持四莲会上师敬献哈达，供养纯金莲师粒粒皆是众弟子感恩师之心，念念请佛之事，念念请佛助心。接着是马来西亚尊宗密教总会中央理事四莲礼上师敬献阿达，供养大梵法王大梵达，感恩师尊以马来西亚坚传大梵法王金刚光大华地地法界一切有情众生。这是马来西亚沙巴本地的主持四莲礼上师敬献阿达供养。接着是马来西亚尊宗密教总会中央理事四莲礼上师敬献阿达供养。接下来由马来西亚尊宗密教总会副总会长莲花信愿讲师代表向师母献花及致良，感谢师母慈悲给草。请我代表顶礼干。
是伊发动，别炸炸弹马哈谢西哈鲁达，轰嘿呜，马哈巴呀嗦哈，呜马哈巴呀呼呼。中华代表声四声，声声连成我合影留恋。